给各位介绍几位成都人认识一下。他们都和咱们差不多，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就是这几位小人物却都在做着一件大事情。中央电视台支持我，看见没有？我杭州和在商店买东西，公交车上都是人出来，帅哥肯定知道噻，上个网的噻。姐姐，你看他那个图标，这个，看见没有？对的，中央电视台，司令组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咱能靠拼大嘛，齐拼靠天命嘛，不患贫，只患不均，对不对？只患不公，只患不透明，花儿一样的，只要给我太阳，我要灿烂。还有，活动进步。你看，我都是很爱锻炼的。所以说，艺术保护品要维护社会质感。这个还是个管理，还是管理，还有旅行社，大家都不同意这个，我真就一年没得一个人同意这个的。三个成都人，原来彼此并不很熟悉，一个多月前的一次风波，把三个人捆在了一起。谁赞谁买单，天经地义，越东西越难买，非常。7月13日，胡立天参加成都市机动车占道停车收费调价听证会，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停车费大涨。第二天，网上就有人爆料说胡立天是当地的听证专业户，爆料称听证代表由抽签随机选出，胡立天竟18次选中，而每次听证均与有关方面保持高度一致，于是怀疑他是听证会上被收买的托。消息一出，胡立天就招来网友一场人肉搜索，而搜索中人们更发现，不止胡立天，成都的听证会上总是会出现一些熟面孔，他们多次被选中，更多次与听证申请方保持一致。其中胡立天因参加听证会18次排名第一，廖冰红、唐后义紧随其后，于是漩涡中网友纷纷拍砖，原来听证会上自己就是被这些最牛群众演员代表了。那个什么，那天去上海的时候，在飞机上看见的，我就给他给他咪洗了。有一天翻看报纸，漩涡中的胡立天发现有新的听证会要召开，决心找机会再去报名。我看见网民那些评论，我心情很不愉快，但是不影响我继续参加听证会，不影响。我不能让那些人得逞嘛，对吧？如果我就害怕了，我就退缩了，他们不是正好就得意了吗？继续参加就给他一耳光，给他几耳光，对吧？胡立天说，网上说他参加18次听证会，说少了。他确实是听证专业户，从2004年开始，他一共40多次报名，成都市举行的各类公开听证会他都很积极，几乎一次没落。不过最终入选的比例是一半多一点，23次，而这23次是因为很多听证会报名的人太少，他才得以入选。其中他参加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价格听证会9次，5次同意涨价，2次旁听未发表意见，1次反对涨价，1次有不同意见，所以说他是托，他觉得完全莫名其妙。于是这天看到四川省旅游条例立法听证会要召开的新闻，他又赶紧到四川省法制办公室报了名。因为报上名了，报上了。怎么样，还顺利吗？顺利，今天好顺利。嗯，他是最快吧，明天后天就通知了。他认识您吗？他不认识，但是我自己介绍了。我说网上争论最激烈的那个就是我。您觉得这次能选上吗？我想应该选上的。第一，我这么牛，不选怎么办呢？他还在陪你吃呢。不过尽管有点生气，但胡立天说对他影响不大，因为他的性格从来都是要努力站在聚光灯下。舅舅那个爷呀，天哪，哎呀！这是2007年胡立天参加电视台娱乐节目的视频。掉下个林妹妹。突然看见尹相杰，
我就一边煮鬼脸一边唱，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个天上天上有太阳，没不说话没不开口，眉心这么想，我就做了一个动作，你说你一看走过来这么一副，啪的一声就拍下来。2001年退休后，胡丽天很喜欢参加各种娱乐节目，她甚至从第一届超级女声开始就报名担任大众评委，之后的各类大型选秀节目她几乎次次不落。李易峰，嗯，你好，你是成都人？对，我也是成都人。咱俩，对，你要努力哦。好。她甚至是很多选秀明星的超级粉丝，她津津乐道的身份，一个是2006年《加油好男儿》冠军普巴甲最老的粉丝甲壳虫，另一个是一名成都籍快男谢黎明的后援会会长。经常有些人说我就是超级女生，说我自己也是一个超级女生嘛，就在女生当中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我说对，对，对呀、啊，不，我就不是那个唱歌的超级女生。就是说在这个女同胞当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比较那个的超凡的女生嘛。我说对，就是。这个还行啊。新的听证会还没接到入选的通知，但胡丽天打算先做几件新衣服预备着。不是，我直接买是买不到的。买不到就是实质的行为了。不能说出来，不能说出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微胖身材啊，微胖又低点。你是老姐姐？不是。胡阿姨和老伴儿现在和唯一的女儿一家一起住。她说，退休之后，听证会、参加节目、上电视，这些基本上占了她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不过在家里一般都是她说了算。老伴儿和女儿也没多说过什么。叫做工作服那个啥的职业装吧，还说我用那些竖条条或者竖格格，平常穿起比较那个，但是拍出来不好看。这点我还是懂的，我在娱乐圈也混过的。我喜欢成为政协委员，或者是那代表，以后经常有一些好的这个想法，就可以在脸上说一说。那天不还说想进入娱乐圈？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如果能够在娱乐圈，比如说是电视剧里头演一些角色，或者是能够拍一些广告，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如果二选一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一个选择，娱乐圈是第二个选择，您选哪个？我更愿意担任政协委员会这些人大代表，因为在娱乐圈我只能扮演配角。而您不想当配角？对。想做什么？想当主角。和胡阿姨不一样，廖冰红不想当主角，她只愿意接受采访，不愿意我们拍摄她的生活。像第二天主持人出去现场拍听证会，我报了名都没让我参加，我没不是不要让我参加，我都落选了。在廖冰红看来，自己被怀疑是托更可笑，因为她说她是听证会上一个著名的刺儿头，她曾报名听证会将近30次。被选中17次，他多次向听证会的组织者要求要对他说明落选的理由。把这个就是甄选听证会代表这一个的窗口把它打开，牛磊打开。而对于网上指责他对所有涨价都基本投赞成票的事儿，廖冰红更是不以为然。在他参加过的17次听证会当中，价格听证4次，廖冰红2次同意涨价，1次反对涨价。依次有不同意见。涨价我还是有条件的，尽量的要保护大，比如像在城市里的平均的
甚至贫困的，是吧？那的人不只因为这涨价而受影响，有嘞？因为当时在如果说是一味的啥子反对的话，那么这听众会显然是开不下去的，晓得？都失败，那么对这社会，你要这样就是暗地不太好处。廖冰红说，相对于投票，他更注重的是自己的发言质量。廖冰红每天要忙着上课养活妻女，还计划着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培训学校。听证会只是他参与社会、拓宽眼界的一个方式。他对自己的身份一直有一个定位：民间学者。一个民间学者的角度，举下手啊，说他在那冠冕堂皇话，我不会的。我也要把这个为什么？这个听证会，我参与一个在，我的建议，我的意见，我拿了回去。那么就是做不到，我拿了回去。猜不猜那是你？说不是我。这些天然气你看嘛，这些都是全部政府提供的，一分钱不花的，就是说进驻这个房屋哈，一分钱都不花，只是每个月给89块钱的房租费，所以说这个实惠我就得到，所以今天我确实幸福安不安安了。中午12点，登上海滩的官兵背起重20公斤的沙袋开始。按我们德行大业，一定要好好戒备。唐师傅是个下岗工人，6年前作为无房户和低保户，他报名参加了成都市城市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证办法立法听证会。会上发言中，唐师傅提了一个建议，把发放租房津贴的门槛从年收入8000元调整到年收入22000。这一建议随后被政府采纳，之后唐师傅成为这部地方法规的受益者。他也开始积极地参加各类听证会，代表低保群众发言，也代表受政策惠顾的群体发言。5年间，唐后裔10多次报名听证会，6次参加听证会，其中4次赞成听证意见，1次反对，1次有不同意见。就是太贴切了，你是真的了，才开始，我还是说了嘛，才开始学嘛，还看这个字啊，还有时候我发音还在加上。在得知自己被封了个听证专业户的头衔后，唐师傅新买了一台电脑，看过各方的评论，他对这件事儿有自己的理解。这一次啊，这种证明还是给，为啥子？把顾虑解除以后哈，大家能理解以后，对进一步的听证这种政府行为哈，就更完善，更光明。就是我得了委屈啊，说我头儿也好，爪子好，你说你的，但是我的本意是为了国家的进步和真正的社会的和谐，我就所谓了。唐师傅说，他从年轻时候就喜欢打抱不平，到现在依然如此。不过在各类涨价的听证会上，他被指责从来不为老百姓打抱不平。他说，起初自己也反感涨价，但2006年参加燃气涨价听证会的经历，让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说是大自然的资源，我们应该整个我们来共享它，就不应该再涨价。后来经过一学习，它以为开发需要成本，疫情搞需要转换是需要成本，还有一个社会因为我们国家也根据参加的事务。要给市民有些很多接轨，你如果那个差距太大，嘎，确实。但我听了华改委那些学习文件嘛，思想就有所要转变，所以说我就得出这个来结论，我说，保障的灯笼嘛，我实在要涨嘛，就没办法，涨最低的嘛，涨1毛钱，保障的灯笼。这个牌牌我是第一次听证的时候，我把它。他们收，我把留着，我说做纪念，就不开了。我手里有这样一组四川媒体曾经公开报道过的数字：2010年成都高污染车限行听证需要代表8人，报名者9人；2010年成都占道停车费听证需要代表11人，报名者只有7位。而成都市消费者协会曾经表示，根据经验，每场20到50人的报名人数属于常态。并以中老年人居多，也许这样的一些数字和信息能够解释为什么胡立天们会成为听证专业户。听证会在我们听来似乎呢很熟悉了，但它其实进入公共决策的历史并不长，当然进入到三位老人家的生活当中也不长，差不多在10年前，
也就是2002年的1月12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价格听证会，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听证会在北京举行。也正是这一次呢，让胡立天、廖冰红呢第一次听说了听证会这样的一种形式，普通人呢可以透过这种形式参与到公共决策当中去，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第二年呢，因为公交车月票的价格，成都呢也要举行听证会，从此听证会呢就走进了胡立天们的生活。八年来，听证会呢不断在变化，比如从去年开始呢，四川省把价格听证会代表的产生方式由选拔改成了抽签，这让胡立天他们入选的机会呢少了很多。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理解，尝试着去学习怎么使用手中的这支话筒。等了两天，通知胡立天参加新听证会的电话始终没有响起，但他觉得入选的可能很大，决定趁着周末茶馆里人多先做调研。认得到我不？你咋个认得到我的？电视台，现在在网上也在评论，他们都说你是对。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你还是多提前的，嘎。你要多为老百姓说哈话。我就征求你们意见嘛，你们说给我，我才好去做噻。你说物价太高了，我说你不错。不错啊。哎，不错不错，很不错。其实我们这儿大家应该欢迎哈他，这么大这一种，为我们老百姓说话，是吧？请为我鼓掌。鼓掌，为他为鼓啥子？确实不错，你为老百姓，为了大家，是辛苦哈。我已经报名这个听证会了。又报了吗？嗯，是报了这个旅游条例。对，你们说的我给你们带到会上嘛。恭喜旅游条例。好，谢谢你们。谢谢，来，握个手，好不好？来，你好，你好，辛苦了哈。握个手，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我不是只想着自己一个人的利益，我是全盘考虑问题的。如果只考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我经常说这个话，只考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那就是个公民。我说我是全盘考虑问题，我叫公仆，公仆，公仆，干部，干部。实际上就是那些公务员啊才是公仆吧。但是我的这个立场和这个思想方法是公仆。应该说我比较适合当干部，我适合当领导干部。应该说，但事实上您是吗？事实上我是，后来是单位的文书，开始是教师，后来是单位的文书，叫企业干部吧。胡立天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四川省邮局的一个中层干部，母亲也是党员。1962年考入四川省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成都良聚集团子弟小学做了25年教师。1989年，因为生源减少，他调到厂长办公室做了12年文书。我这一辈子都干了有益的事情，包括这个听证会吗？我既为老百姓着想，我也全盘考虑问题。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消费者，我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听证代表，我就是一个好孩子。国别文明不了解情况，也没做调查研究。网上是一个发泄私愤的地方，他们对各种的不满都在网，只能在网上发泄，他没的地方倾诉。但是他们直接针对我，我有点受不了。我10多岁就开始读师范，别人就开始叫我老师，我这一辈子都受尊，只有受尊重的时候，从来没人让我受过委屈。能想涨价就能涨吗？难道我不让他涨价他就涨不成吗？然后你什么单子要好呀？等一下。
试一下。胡立天说，他从来没在听证会上有一点私心，比如和他一样师范毕业的同学，教了几十年书，现在的退休工资都在4000元左右，而他在企业文书的职位上退休，只能拿1000多元。好吧，说的，好吧，是。胡立天只是给教育局写信反映这个问题，在各种听证会上碰到省市领导，他从来不提。他说自己要是为了个人利益去当这个听证代表，还真不如待在家里打麻将。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战斗英雄的那个胸前好多勋章一样哈，感不感觉？对啊，像不像？得意，骄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传统教育，在我心里是根深蒂固。廖冰红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小学教师。他说，参加听证会对他来说也是个学习的机会，学习怎样做一个公民。他跟我们提起了一段往事：文革时期，他的父亲受到冲击，他也下乡，耽误了学业。文革结束后，父亲最终平反，而父亲的一个举动让当时年轻的他深受触动。平反以后，父亲一样的写了很多诗歌，对党、小平同志给高度的赞扬，是不是？我母亲那些诗歌写得很好的，知道吗？我觉得从那老一辈的地方，在那种信念的坚定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知道吗？所以说，在我确实不能改变一个个人的力量，不能改变社会，但我一定要尽自己一个公民所尽的应尽的职责。廖冰红说，父亲的那个举动几乎影响了他一辈子。文革结束后，他曾回城在一家纺织厂做工，但心里总觉得自己应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儿。1993年合同期满，他没再续签，而是南下深圳开始学习企业管理。3年后，他回到了成都，成了一名培训老师，辅导学生高考，也做企业的招聘培训等等，同时还热心于各种公共活动。所以为啥子好多谈起你为什么喜欢那个参加那种啊在公益事业，他们没体会到，当一个啊在社会上提供平台的时候，你不去参加，那么你就是作为一个公民是个失职，真的失职，你不配作为一个公民。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啊很多啊在不公平的地方，还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这种完善和公平都是我们积极参与争取的，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你想我是老三届哈，就是那个年代哈，只有上面怎么说就下面怎么做，你至少这个是民主化进程有发展，他至少是老百姓要晓得了，知情权了，还有个参与了，你决定不到嘛，但是你参与了，这个就是个诸葛亮的非要，所以说我当时我就想积极参与，这样子。唐厚毅2007年住上了89块钱一个月的廉租房。2008年，在街道办的帮助下，他补办了社保，拿到了退休金，告别了吃低保的生活。所以我都晓得，这就是对我来说，就具体的、真正的改革开放得的实惠哈，我是最能实践、能说明一个问题。原来就是网上就说我好像是啥子，等于是喊托，我是咋会做政府的托呢？我政府的做给政府做托儿噻，也是正常的嘛。刚有点儿，里头就是明确了，已经全都坐满了，已经坐满了，咋整？胡立天报名旅游条例立法听证会后的第五天，经常开听证会的这几位聚到了一块儿。聊天中，廖冰红聊起已经接到参加这次听证会的通知，胡立天这才明白自己可能落选了。
天就在外放两遍。不是，哎呀，你别说这句话，等你。他有点失落，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张老师，这是通过这个风波以后，现在这个四川旅游条例，等于我们三个是报了名的，现在已经有一个选中了，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最大胜利。他们目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先鼓掌五秒钟。那个网民呢，在这个说法不影响我们的公证会。这个继续正常的进行，也不影响我们几个人的行动，不影响。还有就是，还是报名九月活动嘛，要积极参加。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挨了江湖的刀，继续在江湖上飘。这就是他们那些听众会上的熟面孔，也许出乎我们的想象，他们或是爱表现的阿姨，或是爱较真的老师，或是爱学习的师傅，他们以各自的需求，用各自的理解参与到公共决策领域中来。他们的观点呢，可能您会不同意，他们的思考可能您也觉得没那么周全，但能看到的是，他们是在真诚的参与，是在尽他们的能力想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也许对他们我们该多些宽容和理解，也许我们更该思考的是，怎么让听众会上不只有这些熟面孔，怎么让熟面孔们的热情感染我们每一个人。对听众会您了解得多吗？听众会有时候在电视上看你看到嘛，也有在听众会，但我没有参加这场。哦，你想参加吗？哎，我不想参加，我还没退休，我还在上班。那你想过要参加听众会吗？想咋可以啊，都可以。问题是根本就没得人晓得的，根本就没得说哎，公开听证会要实名求的。要从啥子途径报名，都咋个样子才选得上？其实那个派婆都自己事，都是他。我觉得这里面老百姓感情是很差了。这个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种政治热情还是比较低了。现在我就是多余的，就是你被代表跟代表其实就很多人把自己啊都是有意无意的都边缘化了，知道吗？有些中国有些东西